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这一次的投资我以为我一定会发，谁知道会被骗嘛！嘉弟，拜托了。你的故事啊，完全符合今天的主题。你就是被你全家那一堆烂人欺负打跑的受虐少女。不准你这样说他们啦。好了好了，赶快工作啦。
发辣妹风起，人力服务站，爱心都爱服务啊。Hello， 要不要抽抽彩？起摸彩，按摩兑换券300块。造型兑换券200块，先生小姐有人要抽抽看吗？谢谢。有没有要抽？先生小姐不要害羞，抽抽看哦，试试自己的手气。小姐，先生你要抽抽看吗？你好有爱心哦。哇，我看看哦。原优惠园区跑腿兑换券10块钱，你想买什么，姐姐都可以买给你。我想要买气球。气球，好。Hello。别挡路了。各位来宾，霍氏百货爱心园游会活动正式开始。首先我们请到霍董事长以及嘉宾们为今天的活动剪彩，请。欢迎霍氏企业二公子莅临我们的会场。这次的爱心游会所得，霍氏企业将会全数捐出给有需要的社会福利团体。这个烂人，你谁啊？看不惯你不爽女人，神经病，机车鬼，你可以闭嘴，还臭屁机车，再机车一点啊！把我飞掉的气球赔给我！听不懂在说什么、啊。放开我啊，丑八怪！那你把气球还给我啊！刚就是你骑车骑太快，还要把气球放掉。我捡回来啊！什么气球啊？飞都飞了。去协助处理一下。赔给我！赔给你自己不会去买。赔给我！小姐，这气球我要妈妈你处理。喂，是这个人的错，让他负责。气球，你几岁了？要不要我去幼稚园啊？你管屁呀、啊！给你冰淇淋，让你在这边，然后拿气球回来的时候，可以一边继续等，一边继续装可爱耍白痴，这样可以了吧？机车鬼，是你说的算哦，我说不可以。现在是你可以，我不可以了。怎样？你想要打人哦？这次蛮聪明的嘛。
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没事。啊，我自己来。今天的园游会保证精彩，我们现场准备了很多活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玩的。我觉得我老爸这次举办的爱心园游会非常的感人。我知道莅临现场的各位嘉宾当中，一定也有许多人会暗自耻笑，觉得我老爸是沽名钓誉。不过，这全是你们的偏见。要怎么证明呢？我身为霍家一份子，今天就以行动来支持我老爸。待会我就要以一项飞车的特技作为义卖表演。至于这个表演可以募集到多少的爱心基金，爸，不如你先抛砖引玉一下，我帮你开个价好了，500万，如何？霍达，太危险了，你这样做太任性了。老爸，你觉得呢？拿500万出来帮助别人，还可以美化你儿子的任性作为爱心，很值得吗？他就是传说中不孝的霍家老二啊，怎么会怎样？嘿，你现在才知道。1000万，哇哦，有赚到！什么？1000万？真的假的？哎呦，霍董事长，你都疯了吧？就是啊。袁叔，这笔钱该捐给哪个单位，就交给你处理了。霍达，不要再闹了。Oh no！ 你看我像在闹吗？今天的园游会举办得很顺利，不要乱来，也不要让大家为你担心。霍董事长都支持我了，霍总经理可不可以少一点废话？这两位叔叔伯伯，你们该不会也只是来剪彩拍照的吧？给我爸一点面子，我相信你们这些大善人一定也不会入我爸的1000万之后。霍家二少爷真会做生意啊！夸奖了林伯伯，不过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为了要发挥爱心公开敲诈你们的霍家二少。当然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也甘心乐意。这个，那我捐200万好了。我捐300万。把气球还给他。喂，佟佳丽，你很过分哎，又把摊子留给我一个人过。各位嘉宾还玩得开心吗？接下来要进行一项非常特别的节目，也就是今天霍氏企业爱心园游会的重头戏——飞车特技。我不懂，任性真的那么好玩吗？或许你只是想得到爸的关爱，但是这么做是适得其反，只是让爸再一次看到你有多幼稚。你呢？你也不相信我可以完成这个表演吗？不好意思哦，借过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妹，对不起，让你等那么久了，这是你的气球。
你值得相信吗？没听到霍燕说的话吗？姐姐不是骗子，要学习相信别人哦，好不好？霍氏企业的二公子霍达将要表演这项飞车特技，现在他就要在现场挑选一位观众跟他一起完成这项惊险的演出。跟我一起参加演出的人，我选他。什么啊？什么演出？这个表演已经募集到爱心基金1500万，就看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完成这个演出。这么多钱？但是当然，绝对有危险。我就知道，我才不要嘞！我要回去顾摊子。我想也是，你没这个胆量。激将法对我没效。哎，好不容易啊，从 A 大老板口袋里掏出了1500万，我看只好退回去喽。嗯。姐姐，我想看表演。姐姐不是骗子，要学习相信别人哦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不要强人所难，由我代替这位小姐帮你完成演出。霍燕，不可以，他胡闹，你不要跟着闹。我愿意相信你。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不必因为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，就以为如果拒绝霍家的二公子，以后的工作会受到影响。我以总经理的身份向你保证，绝对不会有这种事。我其实那个表演真的很危险，你不需要勉强自己。谢谢你，原来总经理人那么好。真的不害怕吗？我真的很害怕，但是我真的做得到。没想到一个素昧平生的女生对我的信任还超过你。所以你对我失望了吗？我是不希望霍燕参与你的表演，所以我会阻止她。同样的，我也不希望看见你做这么危险的表演。只不过，我知道我阻止不了你。听起来很公平啊。保护他，这是你刚才自己承诺的，你要做到。不需要你提醒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算是生命共同体。终于来了，霍家二公子到底能不能顺利飞过这位全场最有勇气的美女？同时还要拿到他手上的气球哦。现在气氛越来越紧张了，就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吧。我有没有看错啊？怎么回事，嘉弟？
去表演，就不要给我昏倒。还好你只是吓到昏倒，不是吓到尿裤子。要不然，从此以后我一定装作不认得你。我刚才到底是总经理抱你回来的？总经理抱我的时候是用工作室的抱法，好帅哟！总经理。我看他可能太闷热了，先把扣子解开，让他透透气吧。Oh no， 绝对不可以解开我上衣的扣子。我的卫生衣是菜市场阿嬷款的。啊！这么丑的卫生衣，我拜托你，赶快把它丢掉，不要再穿出来了。今天看到的，还好是我，要是被其他男生看到，他们会吐。哪会啊？你知不知道？我们随时都要做好下一秒谈恋爱的准备。谁知道缘分会不会已经悄悄展开了？谁知道爱神的箭是不是已经射中我们？又谁知道那个白马王子不会驾着马车来接我们呢？当然，时代不同了，他也有可能是开着跑车，或者是骑帅毙了的重型机车。总之，我有预感，他快要来了。你呀、啊、你，不可以再邋里邋遢啦，嘴巴随时要嚼着口香糖，准脱了一圈圈。穿在里面的内在美小裤裤，一定要有水果的图案。73%的男生喜欢有水果图案的小裤裤，因为淘气又性感，可爱又可口。行了没？我要跟你说多少次啊？我对谈恋爱没兴趣，专心工作啦。看样子你已经没事了。我没事了，谢谢。你要不要购买兑换阿妹？不是，服务人。花痴啊你！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们在卖什么烂东西啊？是不是在骗人啊？喂，我冒着生命危险是为了什么啊？不然领个番薯一样快。哦，不管你们卖什么乱七八糟，我都买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不要啊，算了。我干嘛跟钱过不去啊？自己冲。故弄玄虚，什么东西啊？7000块，抢劫啊！什么天使与主人？从明天一周起，他是天使，你是主人。如果主人有什么需要跑腿的地方，在可能的范围之内，天使都可以帮你服务。我要服务他一周。切，无聊。一天1000块，总共7000块，谢谢。不用找了。等一下啊！我给钱了，你要怎么样？我会白收钱，也不会退钱给你，所以这个兑换券3个月之内有效。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那我也试试看。这位美丽的小姐，这箱啊才是给小姐的兑换券。哎，紫家彩绘啊，这边行。那我也要试试看。神啊，让奇迹出现吧！今天的最大奖，我要
要郑重的向你介绍这位女朋友的最佳人选，心地善良，无不良记录，任劳任怨的宝岛阿信，童佳丽，年龄19岁，兴趣以德报怨，专长节约用水、节约用电，省钱省油省瓦斯，恋爱记录0。不要闹了啦！对不起啊，他是开玩笑的。我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。对，不好笑，不好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你从现在抽一张。我才不是开玩笑的嘞！这位美少女啊，真的很优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尽管向佳丽兑换爱情吧。太离谱了。会吗？一边做善事一边谈恋爱，这是爱人爱己的最高境界啊！小南，你再继续弄下去，我就真的要生气哦。爱情兑换卷成交，霍彦，你这笔钱的意义仅限于公益的部分，至于爱情，值得用更好的方式来对待。童佳丽，知道啦。我第一个愿望，老天爷啊，我真的没有很贪心哦。我希望可以早日把我们家的债务还清。我的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我今年还是一样的健康，因为有了健康的身体，我就可以早日实现第一个愿望，这样就可以赚大钱了。童佳丽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大腿不瘦，手臂有肌肉，脸色红润，毛发发达，你是哪一点不健康啊？被你气死了！哈，这样听起来我很 man 哎。你呀，简直是在浪费我第二个愿望、第三个愿望、最后一个愿望，你给我好好许了，听到没有？好啦。知道了，我第三个生日愿望就是，我要把我第三个愿望送给江小南。哈？什么？嗯，送给你啊。干嘛？小南，你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，要不是你一直挺我，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。我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表达我对你的感谢，所以我把愿望送给你。真的啊？哎呦，不要啦！不要啦！第三个愿望是你的了。那我就不客气哦。我江小南许的第三个生日愿望就是从现在开始，经过我面前的第10位男生，你去跟他要电话。哎，哪有这样子的？20岁的生日愿望一定要实现。什么啦？童佳丽，你整天就是在帮家里还债，我已经看不下去了。20岁了哎，你的青春香养，你咻一阵子飞过20几只了哎。我没差啊，我真的没差。才怪！你的人生呢，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，从现在起。
的人生目标就是去恋爱吧，就从跟第十号男生要电话开始。哪有这样子的？哦，怎么这么丑？怎么会是第十个啊？第十个会是谁？车手明明还好好的，放心啦，祸害一千年。哦，你不说是祸害，还拖我入虎口。除非你要愿望不实现，债还不清，人不健康。怎么是你？兄弟们，
抢劫啊！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尽管向佳丽兑换爱情吧。原来是你，那个有勇气的女孩。原来就是那个乱七八糟兑换券啊！原来就是烂爆机车男。原来你们两个其中一位就是第十号男生。什么第十号男生？第十号男生，你去跟他要电话。你们刚才两个飙车，是谁比较快，谁赢啦？废话。为什么你要问这个？没有，不要理他。知道你们两位刚才谁是飙车胜利者，这个答案啊，非常的重要。不要说了啦，很丢脸啊。重要个头啊，重要。你不走，我要走了。喂，算了，既然你甘愿，那生日愿望通通不要实现好啊。今天是佳丽20岁生日，所以她许的生日愿望必须要实现。生日愿望又来了，又是你那一套。生日快乐。你许了什么愿望？就是，请给我你的手机号码。什么？霍燕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没事，医生说过几天就好。霍打伤的比我还重。我没事。我们怎么啦？洪家丽，别想逃避。喂，这位小姐，请借过一下，让我们解决一下刚才的问题啊。你们两个刚才是谁赢了？少无聊了好不好？是你赢了吗？废话。赢了也不值得骄傲，一看就知道是逞凶斗狠的人。喂，你是不是要把你赶出去啊？09783669666是我的手机号码。生日快乐！比赛中断，他既没赢，我也没输，这样子算是实现你的生日愿望了吗？当然当然，太实现了，太实现了！谢谢总经理。哎，这样太见外了。为了表示亲切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佳丽的第十号男生。还是不懂，什么第十号男生？这代表人家劈腿的排行榜，你前面至少还排了9。喂，不知道不要乱说，就是第十号男生啊。够了啦，总经理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机车男，你也一样。你怎么可以随便给一个陌生人手机号码？我觉得还好。这么不谨慎，一点都不像你。你也听到了，他今天生日，举手之劳让他快乐。那又是丑女生日，干屁事？给都给了，不用想那么多了。妈你 gay 啊！我就不相信你们有一种中了头奖的 feel。我只有一种当花式的 feel。少死脑筋了。天外飞来一个超完美的第十号男生，哎，上次是爱情兑换券，这一次主动要电话，人家会怎么想？这就是缘分啊，知不知道？新编的成语字典呢，已经有一句话被删除了。哪有这种？有，就是守株待兔，现在已经不流行了。主动出击才叫生猛有力啊。总觉得，剪掉，剪掉，剪掉。剪掉你所有的总觉得，没有什么总觉得的，不要再说回去了。记住，你已经有了他的电话号码，所以啊，你一定要打电话给他。可是你不要再可是了啊！老师在讲，有没有在听啊？卡点位，卡点位，卡点位。
过夜可能得住院一阵子，他手臂断了，霍达他腿……他不需要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们意外出车祸，原因我还不清楚，但是没有生命危险。我现在就先回公司了，霍燕有交代我一些事情。翘一整天的课，超怕被挡的。哎呦，值得啦，至少有机会修到爱情的学分啊。你想太多了啦，人家是霍氏百货总经理耶。没想到竟然成为佟佳丽的第十号男神。我对恋爱没兴趣。没兴趣才怪，记得跟他打电话哦。学校见啦。去谈恋爱吧，就从跟第十号男生来电开始。你这个家人呢，你帮帮我啊，佳弟。干嘛？看什么？还不滚！佳弟，叔，你先走啦。你还要走？走啊！啊！再来，我看到你。不要！看什么看啊，演完了啦。只要你那叔叔还活着的一天呢，我们家就永远不得安宁。哎，你踩到我手机了啦。你们忍心啊，我虽然这样子，你只关心你烂手机哦。手机啊，手机踢坏了不要花钱买哦。